听说你这次半路带回来个绝色美人，还扬言非她不娶。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如若处理不当，当心牵连你全家。当日救下我的那个傻子，正是金钱帮的少帮主。如果能借他之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只喜欢怀恩一人。如果真的要喜欢谁，那个人一定是你。你做什么了，我都能原谅你。媳妇儿，不就是用来疼的吗？倘若你敢骗我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朝廷那边传来消息，就是为了咱们富润商会手中的那本账册。少主，金帮主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正在召集人马。命所有死士，金家的人一个活口都不留。账册丢了。金少爷，总有一天你会落到我的手。天下百姓与我何干？是非对错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小宝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呢？我只想要你。我看你是想要我死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但现在我知道了。秦小宝许下终身之人不知道有多少，从来都不作数。我一定会救你的，到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都得跟我走。为你做这件事情我甘之如饴，只要你愿意，我的命都是你的。不想听你的什么狗屁解释，我只想你能放过我。可是我今生跟小宝相守的话，然后叫了这个天下永无宁日。